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节目。我们的手机都带有手电筒的功能，可以用来临时照明，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它还隐藏着好多实用的功能，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功能一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些手机是可以调节亮度的。我们先找到手电筒，再长按图标，这时出现长方形的格子框，向上滑动的越多就会变得更亮，向下滑动就会变暗，在不同的环境可以调节不同的亮度，方便又省电。功能二，在使用手电筒时，很多都是先解锁然后找到图标再打开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只要先点亮屏幕再向上滑开就可以找到手电筒，点开就可以使用了。功能三，如果在使用手电筒时锁住了屏幕，想要关掉电筒时需要先解锁再滑上去关掉，很是麻烦。其实只要屏幕是亮着的，只要用手向左再滑就关掉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你有更多生活技巧，欢迎留言分享。